有啊，那边被他们挖的特别烂了，然后我现在拿了东西准备过去那一边挖了。这里大概有将近半个多月没有来挖过，然后现在这个时候过去挖，估计应该能找到一点裂缝，看能不能找到大一点的东西了。这里发现一个，现在很多这种啊，露出表面来了，旁边有一条青边。这个地方被他们挖过，然后那边也是被他们挖过，正好这边有一条竹子，你看，如果不是认真看，真的看不出来。这里是一个比较旧的地方，他们挖过，你看，直接看就看到这个冬笋这个头啊，就冒出来了，不认真看，真的看不出来。前段时间可能他们没挖过这里，你看这里他们挖过有一个东西都发黑了，然后旁边就是有一个从底下那一层长出来。现在的竹笋呢，都长出来，然后就上面一层挡着。哇！起码得有3斤。这一个冬笋起码有3斤呢。一点裂缝都没有的，就露出了一点点表面。哇塞！
够大吧，最少3斤以上啊！这个很重啊，你看这个头。大家看一下这样的竹子啊，这个竹子呢，它是往山顶上面长的。你看，刚刚我在这边挖了一个2-3斤的，然后顺着过来这边，大概也有5-6米远。这里又找到了一个，你看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每一个冬笋啊，距离越远，就是说明这个冬笋就是越大。我们挖开来看一下。 现在马上天黑了，差不多6点钟了。然后刚刚就是由于时间比较紧了，就是还挖了一小伙，挖了有几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个，挖了9个冬笋了，就是这个大一点啊，这个大一点，其他的都是两头尖的这种冬笋了。 这个时候挖冬笋都是比较容易看，都是已经冒出这个头了，很多人都是没有裂缝的，如果有裂缝的，都几乎都是2个以上了。如果大家也喜欢挖冬笋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转发出去啊，我们明天再继续挖冬笋。